那我卡火珠不就死定了吗？我卡火珠就死定了，回不来啊！怎么办？一开始洗好，可是我觉得有点。很难洗耶，因为如果我要回血，也要有那个啊，我要回血就会等于会有攻击啊，所以比较。天哪，我一扛他也给我攻击，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死定了，死定了，完了，死定了！突然进了全掉了，怎么办？突然技能洗掉跳起来了。先放着是还是怎样？火屋可以开的，火屋可以开的是。那另外一个呢？这里要再开一个切西亚吧，开切西亚跟双屋。这样过得了吗？他写。哦，还好。指定他。火珠了吧，真的。
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所以我就不用管了。啊！等一下，救命！救命！再见。啊！新出的什么啊？怎么那么多啦？这个残血是怎么一回事？解完了，解完了，十二点以前解完，闻到通关的味道了，耶！虽然他的肥料，他只剩了一个肥料而已啊，对啊，解完成就。耶、yeah!